开台啦，开台啦，交碟杯又要睇达哥，听到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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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系画面有冇问题啊？听到嘛？OK 系嘛？啊？即系画面都冇问题啦嘛？Let's go，Let's go，rock and roll。今日有。都多人喎，今日 FIFA 呢排都比较多啲人，开学啊，开学之后反而大家准时过嚟一齐听，好奇怪呢。讲开开学呢，唔知早排睇嗰咩东张西望呢，开学日呢，咁例牌啦，我之前都讲，一定系问你啲咩同学仔点啊，翻学咩？跟住劲奇怪，东张西望呢，系问一间学校呢，好特别嘅，佢话咩有啲咩跨境学童。咁冇人問你啲咩跨境學堂就即係主要佢全部都好似99%都係問嗰間學校都冇，即係正常。如果我做新聞，通常問唔同學校啦，就係、是、啊你點睇啊咩成啊或者點樣。咁咧佢呢間學校咧最即係佢就話咩第一日遲到，你諗下跨境，我心諗我都覺得辛苦，黐線唔知坐幾個鐘頭車仲要過關，跨境學最快。嗰间学校好似咩黄大仙区嘅，佢就话咩唔知我当佢深圳罗湖过嚟搭过嚟要几耐啊？黐孖筋，起码都个零两粒钟啦，系嘛？朝早搭两粒零钟头车过嚟读书，即系晏昼啊坐翻两粒零钟头又翻去吓翻屋企，我都觉得辛苦。边个谂呢啲咁白痴咩跨境嘅？我话呢个系对学生都唔好。第二边梗系咩迟到啊，梗系塞车啊，低能9月1号，9月1号本身肯定已经塞爆啦。即系第一日即系未适应啲交通嘛，之后佢仲要跨境，佢梗系就咩迟到，咩架校巴迟咗40几分钟先到。我心谂都低能。即系边个谂？即系其他，先唔好讲啲太复杂嗰啲嘢啦。即系我哋就咁讲话，你自己坐两个，我哋香港就算话，我哋喺唔知咩荃湾俾你搭到去柴湾翻学，你都想跳楼啦。讲真，咁咪黐线系嘛？都极度辛苦啊，大佬，唔使瞓觉，影响发育，想长高都长唔到。不过我唔知嗰架。跨境校巴系咪免费车？我唔知道，佢又冇讲，唔知系咪免费。嗰啲系咪全部大陆学生？我唔知道，系咪定系会有香港人住喺嗰度？我唔知道。啊，住喺大陆之后就走翻过嚟呢度，啊。不过访问嗰啲人全部好似都系大陆学生多咯，我听到就系、是、即系嗰个，因为有少少口音定咩？啊！又话你系坑口龙葵芳来回走读书咁辛苦，咁惨。又话咩？我唔知，我就一定唔会喎。即系如果我有仔女，即系都会想去读好学校。但系你话咁鬼远咧，都断估就例如我住新，打个比如我住新界啊，我就唔会叫佢话喂港岛区边间名校黄仁勋先算啦。我话喂黄仁最劲，不如你去考啦，黐线咩辛苦到死。但系我中学都有呢啲啊。我中学系有人住嗰啲咩上水，之后走嚟，又系冇雷公咁远，唔知香港岛定咁上下读书咯。我都觉得好辛苦啊！啊，你点睇？因为住元朗喺湾仔翻学，咁当初系你有冇即系你阿爸阿妈帮你拣中学嘅时候，有冇问过你或者点样咧？你自己又点睇？你都觉得攰啦，讲真。有啲家長就一定係揀啲近學校嘅，就即係未必話會理到話嗰啲地點咁緊要咯。近學校有啲咩好處呢？通常嚟小學嘅時候，你近學校咪放學一齊玩咯。通常一齊話喂，不如去咩公園玩啊，成啊，就容易有呢啲啊。即係你開生日會，你都假設你開生日會啊，同學仔去你屋企都方便啲啊。你小學你都唔。即系小学生，你都唔方便行咁远啦，大佬系嘛？即系你唔放心啊，家长话又要搭车又搭船咁样咯，唔系几好。有冇机会偷到波啊？诶，我识啊，有啊，仲有，俾咗落去，咁就系咁样咯。跟住咧就有问啲学生嘅，跟住有问一啲都有问，好似极少啊。
极少本土学生有问佢话咩？你今日翻学第一日点啊？咩？跟住个学生都好醒，佢就话咩？有咩点啫？佢话我又唔系一年班，佢又咁讲。我翻几年啦，佢话咩？我又唔系一年班咯，冇咩点喎。佢又咁样讲，好醒喎。嗰个学生又有咩点？即系通常记者又想问，可能就问你话会唔会好紧张啊？定点？个学生谂一谂就冇乜点啊。有咩点？我已经唔系一年班啦，佢话我三年班啦，佢话你问其他啦，佢系咁样讲咯。我就觉得都合理啊，即系你要翻咗几年啊，仲系点？即系例如问你翻工点啊，冇咩点可以点啊，唔想做咯，大佬即系我即系佢意思就系好似呢啲就系觉得无聊问题或者点样咯，就系咁样可以点啫？翻学翻我就系、年年都要翻。做咩好答啊？一定要例牌答呢啲，好紧张啊，或者点？跟住咧，仲有一个有问到其中一个学生咧，就咩话？其中一个学生咧就会着便服翻学嘅，佢话点解咧？佢老爹哋就话咩？咩校服唔啱 size，个咩校服唔啱 size，个咩裤穿唔到落去。跟住咧就咩第一日就俾佢批准，佢话咩着便服翻。即系话咩再即系迟啲再买咯，跟住个校长佢都话咩有试过啊，佢话咩有试过，有光啊，抵啦又入啦，跟住佢话咩佢话个校长话咩都试过噶啦，以前都有试过，有啲学生咧就系咩即系搵唔到校服，佢话唔系呢一个搵到唔啱着。但係佢話咩？以前都試過有學生咧，直情係咩揾唔到個校服，所以啊冇得著咯，啊？你點睇？又咩？聽日唔使翻工，翻即係講一句呢啲，大把人鬧啦。如果你話想同即係打工仔呻兩句就唔使翻工，炒魷魚全香港俾人炒曬啦，大佬係打工仔都會講噶啦，黐線，好正常。有咩问题？除非你系打啲咩，好似系咩苹果，咩烟筒都五皮嘢港纸啊！咁又唔会点样出声噶嘛？就乖乖地又有意思啊！我话老细好开明嘅，咁啊冇就唔会话点样嘈。正常打工仔都系咁样咯，吓好系啦。你个问，如果你喺，如果我问你，如果东张西望访问你翻学，你咩有咩点啊？9月1号翻学咯、啊，你觉得点啊？你哋会答啲咩有趣答案啊？你系咪又会答咩好开心啊？你系咪会答呢啲好知道之后好多人睇紧啊？你想做个乖孩子又会答好开心啊？或者咩吓、啊？会唔会好似我就会老实答唔开心，唔想翻学，不想翻学啊？又话咩？又话咩？我细个读中学系咪都系读着翻而家嗰件恤衫翻学？黐线啊，冇可能啦！以前嗰啲恤衫，嗰啲学校校服啊，我都讲香港嘅校服系差到不得了。完全一嚟啊冇咩花款，二嚟质料我都唔觉得好好，我都觉得劲贴劲，即系嗰啲恤衫咩，一嚟不。二嚟啊，啲質料用料都唔靚，鞋鞋地嗰啲質，即係嗰啲恤衫，唔好講話睇 P 衫嗰啲，再後話嗰啲仲差。啲 P 褲咧，哇 cheap 到嗰啲布料咧，真係著勁差，即係是但喺咩女人街咧，是但買條嗰啲老翻嗰啲球會波褲仲靚過，先10蚊20蚊。哇！你喺咩校服鋪買啲校服褲嗰啲運動褲 P 褲咧？嗰只質料又鞋又剪裁又核突，就二嚟咧就係阿白雪雪嗰啲，通常哇核突到不得了，真係完全係不能接受，好鬼差啊！跟住咧每次咧就如果你想着啲好少少質料啊，或者點講呢啲，我講呢啲咁嘅題目，通常有啲人就反駁咩翻學咩做 show 啊！我行天桥啊！咩而家咩练你纪律？唔系呢个我话咩？呢个唔系纪唔纪律问题。如果你个制服靓嘅，全部即系一个正常。你睇日本咁，点解日本人都好守纪律啊？你觉得日本人唔会守纪律咩？咁人哋校服都系咁样啊，都要整件靓靓地啊。制服系代表咩？就系代表一个人。
一个身份的象征。为什么制服要靓？你看人家日本的士司机都要有制服的，戴手套戴帽，就是要点一个咩形象，是专业的。咁呢个学校校服就系你哦整洁一个靓嘅校服，你都要觉得呢个人啊文质彬彬有气质，就系带翻你。好似咩演员咩史坦尼夫拉夫斯基都系我讲哦，你着呢啲服装啊有助你投入个角色。你有啲好嘅校服，你都会觉得哦，我而家唔可以整沾污呢件校服。如果呢件校服系靓嘅，啊咩咩名种学校点点点，唔好讲咩名种学校啦，就系话一个书生。一个文有文艺气息的青年，那我就不应该就在那里圈话啊，嘈圈巴闭啊，做 MK 仔讲粗口粗口烂事，你都会管教一下自己，就 behave yourself， 系嘛？知唔知？系先？又咩？人哋日本学校打胎可以唔扣颈喉瘤，香港唔可以。你戴你扣，你戴个胎，你会睇到你扣唔扣颈喉瘤。你戴得好啊，睇唔出噶。你而家遮实晒噶嘛，大佬，你点会治？除非佢喺度睇入，即系咁样撩起嚟干。就因为你意思系指嗰啲日本仔有时系嗰条胎唔会戴到好上嘛，就系、是、好似即系溶懒色啲咁样，就系懒系系嘛松少少咁样咯，就系系嘛，你系指呢一种啊？咁你香港直情連胎都唔可以鬆落嚟啦！如果你要硬係要講嗰、那個啊啱嘛？又好聽叫校服，唔好聽就叫囚衣，又未至於囚衣咁你又嚇、啊。總之就係我意思就係話件校服好不咯，唔靚都算，質料用要差，我覺得好好呢、這個就係咁樣啦。哦。总之就系呢啲咁样啦，囚衣可能仲靓噶，你会唔会吓？囚衣可能质料仲好，唔知啊，仲正啊！囚衣有啲咩一间间啊，吓间条啊，汉堡神偷嗰啲仲有美感。不过香港啲囚衣都系核突，香港所有制服都核突，唔使讲，香港啲囚衣啊飞嗰啲好奇怪，你鬼佬啲囚衣啊，美国橙色一件都系。都是靚少少，香港那件是啡色，那件色就是嚇、啊、極核突屎色尿色咁樣，跟住咧就跟住咧褲咧又係唔長唔短，唔知想點咁樣啦。那個感覺就係好污糟咯，你又會覺得唔即係你囚犯都係人啦。講真的，你著呢啲就係好，我咧又係好低下階層嘅，俾人個感覺就係、是、我唔係歧視囚犯。我真每個人即係有機會犯錯，亦都希望佢有一個更新機會。但我係覺得係純粹就覺得嗰個衫核突啦，嚇、啊！又話咩而家坐監你想點？你呢個講法就唔同。我同你講過，咪同你講過咩瑞典、北歐嗰啲監獄係唔同。北歐嘅監獄就係話俾你聽，即係監，即係要懲罰一個人。但係佢話你係咪想佢改過？佢喺入邊北歐嗰啲監獄就係一個人間房係勁大間，咩有電視、有書台啊，咩俾你自己要學習啊，你中意學啲咩？有得報課程嘅，即係有勁多款課程，你可以玩咩運動？即係運動唔係好似香港咁啊，咩放 break 俾你打籃球，你自己揀，你可以揀踢波，有咩聯賽啊或者點？佢就話咩一個人行差踏錯，即係佢話你攞呢啲即係高壓，即係再逼佢，可能佢有機會出翻去又係咁。即係佢話啊，我唔想唔會話好少囚犯會因為咁啊咩，我唔想再翻嚟點點點嘅。佢就話即係用呢啲即係希望佢係。知道社會是有美好的嘢，就係、是、你之前咧，可能因咩事因緣際會行差踏錯，而家想俾你即係融入翻社會，即係接受到話社會其實都有美好嘅一面嘅，點點點點點就循循善友咯。咁係兩個學説嚟嘅。我以前有讀嗰個咩 criminology， 就係犯罪學，佢係有咁講啫，即係佢話咩監獄。即係刑罰啊！佢呢樣嘢最主要點解有兩個功用？第一個咧就係保護啲，即係保護市民啦、啊，咩 civilians， 即係呢個第一樣嘢啦，就係話我因為呢啲有犯咗事，點點點點啊！咁咧佢話其實佢係咩源起源咧？一開頭都唔係話保護大眾市民，佢話都係保護啲權貴，佢都係咁講，老老實實。我哋以為真係保護啲市民，
佢話都係有錢佬就驚我話呢啲有興打劫喎，專打劫有錢佬標心。咁啊，所以佢哋一開頭即係嗰個社會發展係咁樣嘅，跟住原始社會。第二咧就係即係第二個作用就係咩懲罰嗰啲人啦，即係因為佢做錯事要有即係阻嚇性嘅作用啦。跟住第三就係希望佢哋改過，就係咩融入社會。咁就咁至於呢三點點樣喺即係喺每個地方點樣運用咧，就每即係每個國家就有自己取捨啦。好，可惜啊，呢一球仲有機會喎。掉落去，哇！咁咧有啲國家有死刑嘅，就係佢就唔覺得有啲人係唔適合重返社會啦，就直接嚇將佢打靶、坐電椅啊等等等等咯，就係、是、有唔同嘅分配咯，係、啊、嘛？知唔知？有人話喺大學讀到啲課程，出到嚟會揾到啲咩工？就算大學畢業，佢話咩出到嚟都係可能做啲咩整餅，即係因為人哋唔會請佢。即係就算你讀到幾多課程，咁呢個後呢個係第二個問題話題嚟嘅，就係、是、起碼佢就即係追求知識。即係有時我哋以前我哋正常啊，一個人追求知識就係求學不是求分數或者職業，即係佢係想。对自己充实自己嘅呢、这个就系学习嘅本质。我对呢样嘢有兴趣，想研究呢一、这个系学习嘅最基本嗰个目标嚟嘅。咁你搵唔搵到工呢啲系后话，即系都市，即系我哋要搵食啊，或者点啊，即系先慢慢衍生成话啊，啲人点解要入名牌大学 ，blah blah blah， 咩读医科或者点？但系佢肯追求学问，起码系一件好事咯。即系你会觉得哦。即係起碼佢即係坐監期間有其他即係有啲有意思嘅嘢做，即係增長到啲知識。咁有冇機會會令到佢發達啊？或者點呢啲唔知後話，即係可能佢有咁嘅機會或者點，即係社會唔知俾唔俾到佢。但係追求知識就係起碼係一件好事咯，我就覺得係咁樣嚇、啊。有人問我犯罪學讀完出嚟唔係加咩做警隊啊？咩咩咩？去查案，我系做我查案唔一定要加入警队噶，你黐线，点解查案一定加入警队？无理小五郎开咩侦探社嘅，自己查第一啦，第二啱啱我都讲，读书有时都唔系为咗咩，就系话咩做嘢有咩目的咯，就系话几有趣，想知道点解即系嚟话，我想知道点解人类会犯罪啊？咩点解会监狱？点解嚟啊？即系入冇。啲刑法喺社會，即係你可以話係一個社會學咯。點解社會會衍生咗呢啲嘢？咁就係都係同你自己嘅生活有相關，咪想知道了解一下咯。咁呢啲都係理論嚟嘅，即係佢冇自己成日話呢下吸得靚喎，醒目啊！即係你佢話，即係佢呢啲通常都係自己咩 set 個 fee 嚟，自己估咩假設，巴巴巴都未必話係100% 準確嘅。但係你會覺得哦，聽下有冇道理啊，或者點咯？犯罪學其中有一個理論叫唔知咩爛槍理論嘅，就話咩？佢話咧，原本一條街度即係好地地啦，即係你當鬼佬美國咪啲平房矮矮地嘅。跟住佢話咩？如果你即係一開頭咧。好好地地冇人揼爛啲槍咧，成條街咧可能一世幾十年咧都唔會有人打爛槍。跟住佢咧，如果發現有一日咧就是但一個槍咧係俾人特登，即係佢做實驗啊，就揾人咧特登揼爆攞石仔掉爛，掉爛嗰啲槍。之後咧佢話咩過咗一排之後咧就成條街啲槍都係爛嘅。佢話咩啲人咧就會咩引咩有樣學樣，類似就話咩犯罪都係會傳染。即係第一個人，咦？人哋都掉啦，我都可以掉，冇未必有事嘅，咁类似系咁样咯，会有少少啲理论。我对我一个蛇咪冇毒咯，一系就因为佢又冇啲作更咩高层次嘅犯罪，即系通常大学都系咁嘅，即系读嗰啲好基本，读完俾叫你睇几本书咁啊算数嗰啲咁样咯，啊。又话咩讲就咁讲啦，但系学香港根本系行紧高分着数或者点，咁啊即系呢个系咁你读书自己要记住个本质咯，佢错嘅嘢唔代表你要你为咗吓即系有好嘅生活可以攞好高分，呢个系可以，但系学习即系我意思系学习嘅本质系咁咯，好似你话做好事做善事，做善事有本质就系想帮人。就是咁简单，就唔系为咗啊点点点啊求回报，巴拉巴拉巴拉。
即係呢樣嘢自己記住咁就得啦，啊！啊咩？因為我爛龜唔再讀，黐線嗰啲幾高分啊！呢嘢我就算眯埋眼去考試啦，呢啲死鬼。講真，有啲講心理嘅嘢，我啲打機都已經冇得揣摩到人哋心理啦，死鬼話讀好多咩？啊！仲有好多啊，有關咩犯罪呢啲啊，我都唔係話太記得。嗰日係一個鬼佬嘅阿 Sir 教。鬼佬嘅有時教書又係講講下，唔知講一吹水，自己喺度講下啲咩自己經歷啊，或者點？跟啲同學仔通常都唔會話咩特別話干預佢嘅咋啊！你吹啦，你吹啦，即係中意聽下佢吹水。所以正式講嘅理論咧，其實好少，都係叫你自己睇書啊、成啊嗰啲咁樣咯。好，呢球睇下點啦，溝到埋嚟，出唔出到波啊？可惜啊！咁咧之後咧，仲講下其他新聞啦。咁咧就话说咧就有一单新闻咧就系有关香港嘅呢单新闻咧就系大家知唔知啊？原来香港咧就有一个叫李小龙嘅俱乐部。咁呢个李小龙嘅俱乐部咧系点经即系点嚟嘅咧？话说咧就系一班李小龙嘅 fans， 咁咧就成立咗一个李小龙会。咁咧就话大家即系大家都系即系。李小龙你知啊，都是香港的传奇人物啦，即系好少可你都知嘅鬼佬，好多时都会有咩歧视人嘅，即系华人，即系同埋啲电影啊，你都知道好难打入去鬼佬市场啦，从来就而家鬼佬打入嚟你嗰边，即系香港呢边嘅，你就专睇咩 Iron Man、Marvel、咩复仇者联盟啊，是但一套荷里活片，你哋都睇到舐舐嚟，正啊正啊，流口水啊！啊咩自殺特工咁诶，个个人啊狂睇嘅，唯独是李小龙啊劲啊，即系嗰个年代啊啲功夫片啊或者咩系攻过去反攻鬼佬嗰边啊，曾经有一套李小龙嘅戏《龙争虎斗》系鬼佬投资拍嘅，好似系鬼佬导演啊，我唔肯定系咪鬼佬投资啊，都系请外国人导演嘅啊。即系就啊，我就觉得拍得最差。李小龙嘅电影入边，即系我阿鬼佬导演拍嗰套《龙争虎斗》咧，我就觉得拍得最差啊！鬼佬唔识拍嘅呢啲嘢，啲剧情都麻麻地啊，啲动作都唔好睇。李小龙套套都好，唯独是呢套我就觉得唔系几好睇。我阿《龙争虎斗》就系打石坚嗰套。呢、這个再后话，我哋讲翻李小龙俱乐部先。李小龙俱乐部咧就由一班 fans 成立啦，咁咧就本身咧就自己我大家倾下李小龙研究下咁算啦。后来咧倾倾下就话喂，不如即系李小龙，即系大家都咁，不如大家有咩珍藏啊，摆晒出嚟整翻个俱乐部，即系类似一个小型博，即系博物馆咁，俾即系公诸同好，俾香港人认识下。点解会有呢个打算呢？就系、是。如果你有留意香港嘅新聞咧，你就知道咧李小龙咧嗰啲咩博物馆之前有谂过咩李小龙故居啊，李小龙馆咧，次次要问政府搞咧，政府都搞，唔知叽哩咕噜搞好耐，就系话啊，总之最后又冇一回事，总之就系、是、啊好啊搞啊搞啊，又唔肯俾钱又成嗰啲咁样啦，即系类似就系唔搞嘅，即系唔知点解原因系咩，同李小龙有仇定点样，唔肯定，我唔知道。正正常常都会话都系啊，即系都系一个旅游景点，毕竟都系一个传奇啊，即系一个经典人物。即系功夫电影啊，肯定会提，即系有几个人噶啦，啊唔使讲啊，李小龙一定第一个，成龙、洪金宝啊呢啲一定会讲噶啦，系嘛，好正常。啊，李小龙啊仲劲添，一代传奇，好多鬼佬到而家都系会知噶啦，咩 Bruce Lee 一定知道。咁啊，唔知点解，总之就系政府由于死都唔肯搞，咁佢哋咧决定咧就搞个俱乐部，佢咧就喺油麻地嗰度自己租个铺位，咁咧就会摆好多展品嘅，咁咧就俾市民参观，系免费嘅，即系仲好啊博物馆。政府嘅博物馆咧都唔系系今年先免费啫。第二，李小龙呢个俱乐部咧，即系李小龙 fans 自己整嘅，民间成立嘅就有你。冇所谓，咁佢哋咧就会四围搜刮嘅，可能就哦呢、這个咧李小龙嘅唔知咩 poster， 呢个系李小龙嘅啊用过嘅道具之类啦，咁有好多好多咁嘅珍藏，咁咧就当然咧就佢就讲，即系呢个俱乐部你谂下香港啲铺租几贵，咁咧就自然咧就
唔会好大噶啦，即系你肯定唔会好似博物馆咁可以整好多咩灯啊、成啊，即系好多资源。毕竟民间自己整，但系都要俾钱噶，你租个铺位系嘛，都要有皮费。咁咧亦都有嗰个要有啲员工啦，系嘛，都要有啲人啊看住嗰啲展品啦，系嘛，就当请一个最咩兼职又好，点都好，都要有嘅。咁咧就其实咧年嗰咩上年咧就已经亏蚀咗咧就六位数字啊，即系几十万，唔知十万定几十万啦，唔知道。咁咧今日咧就已经咧决定咗咧就公布咗咧就系会结业噶啦，好可惜。点解咧？就系嗰咩铺租太贵，佢顶唔顺。佢因为咧业主加租啊定点啊，咁佢当然已经唔系租啲咩靓铺位噶啦，咁佢就即系而家就好可惜啦。佢就话咩因为。即係一嚟之前就講咗話，李小龍係冇咩景點嘅，即係你想話去睇佢故居，因為佢可能故居有好多即係擺好多，可能李小龍，你知李小龍係功夫迷，即係功夫狂，唔好話功夫迷，佢係成日喺屋企練功，睇佢器材係點啊？哇！原來李小龍係練咁樣練啊，咁啊冇呢啲，冇呢支歌仔唱，咁啊，即係你想知道李小龍嘅嘢咧，就好困難。佢好似话咧嗰个咩铜像，佢话咩荷里活星光大道都系佢哋，佢话佢哋都有份去争取啊，或者点样就话喂，即系搞星光大道，你冇理由唔摆李小龙啊，点点点咁，佢哋都有尽一分力啊，咁样嘅。咁就而家就好遗憾啦，咁就要结业咯，就系咁样啊。有人话几年前有一次展览咯，咁你即系李小龙点？即系讲真，你展览系唔知几多年一次，即系。一次性短期，咁你系咪值得都要有一个馆或者点咧？即系呢个都好有纪念价值啊！唔好话香港传奇啊，世界上都系一个传奇啦。讲真，啊，即系鬼佬都知名嘅，啊，李小龙喺美国，你都知道有喺美国住过啊，亦都喺美国拍过下戏啊，有拍咩清风侠定乜鬼啊？有，亦都有上过啲电视节目啊，嗰啲咁样咯。哦，咁啊，好可惜咯，就系咁。香港就系咁样嘅，嗰啲你讲嗰啲咩保育嗰啲，你同香港讲政府讲啊，嘥气唔识嘅。一嚟就唔识保育咧，二嚟佢肯搞咧，亦都系搞到一团糟，又系一劈屎。所以你系一个进退维谷嘅，搞定唔搞好咧，你又会好困难。即系唔识搞啊！香港人搞啲保育极差。越搞就越碎，可能就整烂晒嗰啲展品啊，或者点都有咁嘅可能性。好，香港政府应该咁讲，我应该讲得啱啱讲得唔好。香港政府又系搞得唔好咯，啊呢啲啊好差，好似大陆嗰啲咁样，啊咩乐山大佛整到越要收葺啊，收完系完全另一回事。我啲老師啊咁講，話咩你要睇落山大佛已經唔需要去睇，話咩早咩你早40年仲可以見到落山大佛以前嘅原貌，跟住講咩而家最近收葺咗一次，哇核突到不得了，整落去以前咧就係古代人嘅審美眼光係勁好多靚，你見到一個佛像，而家咧整完遊園個漆咧，你會覺得哇極奇怪個樣好差，呢個係好好例子，你自己 search 呢個好好大對比嘅，你自己 search 落山大佛。跟住你自己 search 下對咩1960幾1950嘅洛山大佛黑白相同埋而家嗰個咧，你又可以睇到喎，爭好遠。其他唔使講，你齋睇個樣，你已經見到嗰個問題喺邊。